家好，我是负责中文说明的 MC 小周，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产品。2018年成立的 HN Security 是利用掌静脉进行出入控制和融合多种物联网传感器的安保系统公司。目前公司在利用生物识别市场上安全水平最高、使用最便捷的掌静脉技术打造硬件，并制造结合硬件和物联网的产品，并且公司还在开发能够管理这一切的叫做 Webis 的平台。公司致力于推广一直以来只被看作用于特殊领域的掌静脉识别技术，让其在生活中也能得到普遍的使用。我们的产品有 Webis Palm 和 Webis Wall， 这是与其他生物识别方式相比具有更高安全性的手掌掌静脉本人识别技术。验证系统呢，从钥匙、密码到进化到了现在的 NFC、二维码等数码方式，但是这些数码方式呢，它的认证方式面临着丢失、复制、盗取和泄露等等的危险。我们公司利用这种没有这种危险的生物信息识别系统掌静脉系统，提供安全的本人验证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吧。首先 Webis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平台，使用这个平台可以链接出入器、出入控制器和物联网产品，让家庭物联网和安全物联网可以同时使用，通过一个 APP 就可以管理两个领域。首先第一个产品叫做 Webis Palm， 就是我旁边的这一台机器，它是非接触掌静脉出入识别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认证的。首先在这里面登录过的掌静脉呢，我们把它靠近一下，然后不用贴上去，只要在靠着大概3厘米的左右就可以识别，然后变成蓝色的光。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掌是没有登录进去的，所以我放上去的话就会闪红光，那这就是它一个非常便捷的认证方式。它这个可以用于公共设施或者商业设施的高安全性非接触式的这种活动中。那通过 Webis 系统与综合的物联网传感器可以提供这个安保的解决方案。那它这台机器呢，最多可以认证到10万人，所以在企业领域我们可以将它应用于会员管理、入场积分等，也可以用于大型企业的职员数据安全管理。那第二个我们的产品叫做 Webis Wall， 它是跟这个稍微有点不同，是主要是用于家庭的。那它可以同时使用掌静脉、数字键盘、RFID 和二维码的这种高端出入验证的系统。那它的这个认证呢是非常快速的，不到1秒钟就可以实现，所以在是一种非常高端的家庭认证出入系统。那我们这种认证方式和之前的认证方式有所不同，比如说之前的活体认证方式，比如说虹膜，还有脸部识别和指纹识别，受外部的环境影响，可能会出现难以识别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人脸识别就会有这种把相似的脸部骨骼或者是双胞胎兄弟姐妹识别成同一个人的情况。那虹膜识别呢，则会导致在这种强光下导致虹膜缩小，然后会导致有这种识别困难的问题。那指纹识别呢，也是经常发生伪造或者识别错误的生物识别方式。与此相比，我们的掌静脉识别方法呢，是通过活血管认证的这种系统，因此除了本人之外，其他人是绝对无法伪造的。那它也是一个最稳定、最具有高度安全性的一个本人验证方式。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谁需要我们的产品呢？比如说，这种所有的需要这个出入办公场所和所有需要安全性的地方是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产品的。还有就是用于控制住户出入，还有保护住户出入安全的地方也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那或者是那种只有登记的访问者才能出入的需要双层安保的地方，也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产品的。
那我们 HN Security 致力于以 Webis PON 和 Webis World 为基础，在多种 Webis 平台上构建与物联网传感器联动的住家安全服务，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生活。我们将不断地在生物识别领域以高安全性的掌静脉识别方案作为基础，推出有差异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谢谢。